兄，这不是没罪找家扛吗？你这是何必？你这又何必呢？怎么，你也要我签字结案？你难道真要跟何中堂当面锣对面鼓？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万一要是查不出来，落个诬陷封疆大吏的罪名，那可是满门抄杀呀。贤弟，愚兄连累你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可是有话就说。说什么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普林兄，哎，普林兄，惊闻。
魂，老夫传龙你传掌当。